哦，竟然胆大包天闯进女巫的世界。哦，小凯莉，大家好，我是玩具探索生活的凯莉。今天呢，小凯莉，今天我们要来探索哇哦惊奇世界，那么探索开始。哦，这是哪里呀？哇，这里好漂亮呀。哦哦，竟然胆大包天闯进女巫的世界，这怎么行？我要把你关起来。哈，亚巴亚巴噜呀，啊，噜噜啦啦噜噜。啊，怎么回事？小凯莉在哪儿？明明约好在这见面的。小凯莉，凯莉，我在这里。在哪儿？在这，在你面前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凯莉，你快把我救出去！别慌，我好晕。又被人关了起来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在里面呢？凯莉，快救我！是女巫。知道了，小凯莉，你再坚持一下，我这就救你出来。我来看看，这是什么呢？难道说有许多的朋友一起被关在里面了吗？看来我得赶快打开他们了。先从中间的这个打开看看吧。哦，什么？这里面怎么只有青蛙卵呀？哦，要往里面加水是吗？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凯莉准备了魔法之水，这就救你出来。出现了一个朋友，朋友们，你们好呀！哇，真的好可爱呀！不过你为什么被关在这里呀？啊，刚才女巫把我关在了里面，哼！不过谢谢你救了我，小事一桩啦。为了表示感谢，我给你跳一支舞吧，能帮我把下面的包包拿出来吗？啊，下面还真有东西，稍等。哎呀，当当当！你说的是这个吗？插在上面，然后转一下。好的，插在插口里。挥挥 ，dance dance， 凯莉，谢谢啦 ，dance dance dance， 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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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嗨！对了，还得赶紧去救其他的朋友们。你先在这儿待一会儿。你的名字是？原来是 Spring Kailas， 和这上面长得一模一样呢。好的，第二个朋友。第二个朋友会是谁呢？注入魔法之水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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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的。哇，你不是我最喜欢的人物吗？哇，你叫彩虹。你叫彩虹。哇，你好朋友，见到你很高兴，真漂亮呀，果然是 Leo， 后背都是闪闪的。好的，彩虹来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大家好，我叫 Rainbow 彩虹，下面我来展示我的舞蹈。嘿嘿，滴滴滴滴滴滴滴，嘿嘿嘿嘿。哇哦，不愧是 Leo， 就是不一样啊。朋友们，现在旁边等一下，现在还有四个朋友要救。哦，这次好像是黄色的朋友。哦，凯莉觉得应该是这里的 Sparkle， 快点倒水来看到底是不是他吧。哦，原来不是的，他叫 Sunbeam。你好，身上黄黄的，艾莉一定会很喜欢的。啊，我听过艾莉，我也很喜欢她呢。大家好，我叫 Sunbeam， 吼吼，见到大家很开心呢。朋友们，凯莉见到你们也很高兴呢。你们先在旁边等一下，我把剩下的三个朋友也都救出来。朋友们都到齐了，现在倒入魔法之水。小凯莉也要快点出来才行呀！咦呀！我来看看啊，朋友们，
见到你们好高兴呀！锵锵锵锵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见到大家好开心呐、啊！我的名字叫 Sweet， 我的名字叫 Buttercup， 我的名字叫 Butterfly。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们又见面啦！哇，真的见到你们好开心呐、啊！哇，看你们都齐了，好像六胞胎一样，真漂亮。哦，不过小凯莉在哪里呢？啊，小凯莉？哦，你说的是不是穿着背带裤的那个小朋友？哦，对呀、啊，梳着羊角辫，长得十分可爱的。哦，在那边。哦，能看到小凯莉的腿。小凯莉，小凯莉，小凯莉，你怎么变得这么小啊？凯莉，你是小凯莉对吗？哦，得赶快把你救出来才行。怎么办呢？哦，看来得用魔法之水呀。哦，小凯莉，我这就把你救出来。快出来，快出来。哦，看到了，快出来，快出来。不过现在我来救你们了，别担心，伙伴们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能把我捞出来吗？哦，对，捞出来才是真正解救出来。我现在就把你们捞出来。喂，啊，好开心呐！喂，我现在就把你们捞出来，稍等一下。啊！啊！快点把朋友们都救出来！哇，得救啦！凯莉，啊，小凯莉，我这就叫你出来，啊，小凯莉，啊哈，小凯莉，你身上都湿了，快点变回原来的样子吧！啊，好冷啊，好冷！小凯莉，凯莉，谢谢你。既然我们已经聚在了一起，以后绝对不能被女巫再抓到。嗯。谢谢大家能够再回到我身边。嘿嘿，